球来当家 ，Cross A， 他是今天的值班怡婷，他是今天的值班新化。那我们今天来到北屯儿童运动公园的网球场，是不是就是要带下来看我的网球王子和月前龙马使出他的天衣无缝啊？干什么东西？这里才没有什么月前龙马的啊，这里没有网球王子，所以只有网球没有王子。我跟你说，没有王子也没有关系。我们这里有丁杠五苗虾，哎杠五苏苗，之前是木球选手，现在是网球老手的陈新之教练。教练好，欢迎教练。教练，那你简单自我介绍一下吧。我是陈新之，我是我们学校的校友，第十一届，那时候是三专，后来我们这个圣母鬼学以后，去菲律宾读那个硕士了，回来这个第十一届的教练。教练，您在台体任教这么久啊，是不是可以帮我们介绍一下休闲系网球队的历史？主要是从我这边起家的，后来这个网球越来越在国内兴盛，然后我们学校也开始陆陆续续招收这个网球啊。您印象都有赢过什么比赛的金牌？赢过到74、75、76都是我们学校招收的金牌，在73、74的时候。包括你们分数冠军，还有各比赛冠军，哇，那真的很不简单嘞！真的。不过教练，我们最近全大也快到了嘛，那是不是对你们的网球好手们，是不是有什么样子？只要他们肯练习的话，进到前六，应该是非常大的作用。那教练，你既然对选手寄予这么大的厚望，那我们是否可去瞧瞧选手们了呢？可以啊。好，那就走喽。Here we go！ 欢迎吧，欢迎！主持人好，大家好。那麻烦队长帮我们跟观众朋友自我介绍一下。好，我是台湾体大休闲4A的方希瑜。哦，队长好，队长好。你好。哎，队长，我有一个问题想问你，你们跟那个球类系的网球队有什么不一样的？哦，我们休闲系是硬网，那球类系是软网。对。那硬网跟软网又有什么差别？硬网是比较属于全世界都在打的运动，那软网大概就是亚洲在打的。那网球跟场地会有差别吗？场地基本上是用一样的。那球的话，我们网球一般都是红那个黄色或绿色的。嗯。那软网就是白色的橡皮球，对。哦，我想到了一个问题，就是啊，如果你有机会的话，四大公开赛，澳网、温网、美网、法网，你最想参加哪个？我最想参加的是温网。为什么？因为我的偶像是费德勒。那因为他在温布顿拿过最多次冠军，对。等等，其实我刚刚就注意到了，旁边那一位该不会是队长你的女朋友？不是，她是我的小弟金，也是我这一次大专杯混双的搭档。那就欢迎一起上来，上来，上来吧。好。也自我介绍一下吧。我是台湾体大休闲一 A。你该不会就是传说中那个休闲系很厉害的女生？那就对我们观众朋友炫耀一下，你得过什么样的冠军，什么样不凡的成绩呢？我在去年在台南比了一场 Double 的杯公开女子组冠军。哇，不简单，不简单。等一下，我想到一个有趣的问题，就是你是大四，他是大一，你们怎么会组成混双呢？那这个问题就由学妹来回答一下。请。因为去年学长在混双有不错的成绩，所以今年学长带领我再次向四年挑战。哇、哦！祝你们可以在全大运混双拿到冠军啊！那你们刚刚说你们是搭档嘛？那默契应该不错吧？我要不要来一个小小默契考验？是，没问题啊。那你们知道三行诗吗？三行诗不知道哎。没关系，我们来做个举例好，好，用值日生三个字。好。好。值，值日生，值得你一看再看。日，日，日久又生情。升，升，升官又发财。发财啦！这对队长来说应该是小蛋糕了吧？没问题吧？小配置应该是没问题。好，那我们就现场做一个用警运的名字。好。好。十，是，史无前例。喂喂，警。仅此一位，遇遇强则强，
好老公啊！哎呀，不简单，不简单呀！那我们说了这么久，应该可以去打网球了吧？没问题。那走 ，Here we go！ 耶！哎，那我们比赛开始之前就学一些基本动作吧。好，首先正拍，我们脚尖站得跟肩膀一样开，然后右手手掌心朝下握住球拍。好，然后拉拍，然后六点的位置，然后我们身体旋转挥拍打到球停住，停住之后收拍，左手去接球拍，这样就是正拍的握拍，正拍的挥拍 ，OK？ 好，然后换反拍一样，反过来，然后我们左手手掌一样接住，然后拉到六点，好挥拍击球停住，再收停球停收拍，这样就完成反拍的挥拍了。好，好，好，最后我们再学一个发球。好，发球一样，脚跟肩膀一样开，手拍放在耳朵上面，然后我们等一下会抛球，抛球呢会抛在头的正上方，好，你们可以假装抛一下，抛，好，我示范一次，抛，然后打到之后收到左大腿下面，这样还有问题吗？没有，没有，没有。那学妹，你觉得他们有问题吗？我觉得非常好。OK， 那我们就 game start。那在双打开始之前，我们先进行分组吧，以这条线为主，我跟你一组。好，我们一组吧。可以，那就决斗吧。那我就稍微放水一下试试看好吗？好，没问题。那我们就再来一次哦。OK， 那我们换边发好不好？好，欢迎接接看。先队长发球。好。15-0。耶。好，换边一个打。40-0，最后一分喽，我要全力以赴喽。来到局末点了，这一球如果谁要打进，比赛就结束了。注意啦！有进吗？好吗？好，二发。好。没问题。糟糕，二发。4-15。好，一样哦，我放水了。好，比赛结束。我们握手一下吧。谢谢，谢谢，谢谢。那队长，你可以讲一下我们刚刚打的怎么样吗？好，那我先讲其余的搭档。那我看他整体的表现算还不错，还碰得到球。那我的搭档你，我觉得你最好的是你的小动作，一直去欺骗到对手，那我们破手。所以其实这也是一个不错的优点。对，这个。那既然你们网球这么厉害，那我们来玩个网球的小知识吧。好。问网球发明的时间是什么时候呢？19世纪。答对。太强了吧！四大满贯分别是哪四场？温网、澳网、美网、霸网。答对，太厉害了。请问场地的材质有分哪几种？草地、硬地、红土。答对。请问下列何者不是跟网球有关的电影？A. 爱情决胜点。B. 球已出界。
界，七攻其不备，猪决战赛破点，攻其不备，答对，秒杀，秒杀 ，OK 哦。请问，2017年的四大运男单金牌得主是谁？庄吉生，答对，加油点，加油加油。我前面也很棒，好不好？分数有点悬殊哦。但是我们左边的队友能不能帮我们绑了一层？请问 match point 是什么意思？赛末点。没错。答对了。不简单啊！不简单，还是我们赢啦。没关系。耶！那我们最后就请队长跟景玉对我们。观众朋友说些话吧，那队长先。好，那希望各位观众可以在下个月的大专杯为我们台体网球队加油。希望大家可以为我们的手法加油。对，那我们就祝网球队旗开得胜，一举夺得冠军。耶！那最后，台体之声，网球来当家，前锋进。小打过，是硬式网球。那休闲系跟，对不起。